今天起晚了，所以来一个快手花生米给先生带饭，先把它洗一下，冲洗一下之后呢，把它平摊在盘子里，放到微波炉里，3分钟。先打3分钟以后呢，把它拿出来，之后呢，这样翻一下，这样翻一下，让它热气呢散一散，之后呢，也让它转一个个。平分以后呢，再这样翻一翻以后，再这样平摊，完全平摊开，再烤2分钟。2分钟之后，已经闻到非常香了。再把它们翻一个个摊平，之后再用微波炉打1分钟。最后1分钟之后呢，拿出来听到有这种金属的声音，这就是可以好了。如果不行呢，就可以再多加1分钟。这是晾凉以后非常的脆，可以听到像金属一样的声音。